是来找梁爽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来看看你跟叔叔的。这丫头，我还不知道你。进来吧，我还正好有事儿问你呢。阿姨，哎，梁爽呢？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手机关机，他也没在单位，我还以为他在家呢。啊，哟，来了来了，叔叔。哎，梁爽不在家，昨天呢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哦，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就是他们单位的度假村吧，是不是你们俩去过那地方？哦，那我知道了。谢谢叔叔。哎哎哎！哎，叔叔阿姨再见。乐乐，你先别走。哎，乐乐，乐乐，我还有话问你呢。哎呦，我就觉得这梁爽啊，有点不大对劲。你说本来说好的周末啊，带着男朋友回家来的，你说你怎么还能看报纸呢？这会儿，我哪知道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嘿，你这人，我本来想好好问问乐乐，梁爽到底怎么回事，这还没来得及问呢，都让你给搅和了。安静安静，看看报纸啊。紧着捅过你，一点感觉没有。行行行，我错了我错了，看看报纸，安静安静啊。讨厌，真是。喂，是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肯定出事了。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啊，我们在家呢。那我马上过来接你们。那你过来再说吧。说是梁爽去了郊区的度假村，欧乐乐现在开车过来接我们，一起过去。好啊。不，你不打电话安排一下周末的病人？我昨天晚上打过了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嗯，好。换衣服吧。哎，变态，你帮我判断一下。你说梁爽知道这事儿以后，会不会万念俱灰啊？你能不能把你这称谓注意一下啊？毕竟我的年龄比你大一点点。哎，我就觉得这称呼啊特适合你。你快说啊！梁爽现在不是在度假村了吗？以她现在的状况，我觉得她可以很理智地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不用担心了。我现在反而比较担心你这样开车的话，我们就陪你一起万念俱灰了。你不信任我？我不是不信任你，只是你知道吗？全国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瘫痪，还有残疾，不少于50,000人。到时候你别指望旅程能照顾你下半辈子。我，就他？哎，变态啊！我就是指望你，也指望不上他了。哎，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咱们一起合作，我就省点钱，不用去租个店面了，啊？哎，陈哥，你真的把你的老板炒鱿鱼了？你烦不烦？你现在能不能别提这事儿啊？哎，你做都做了，还怕人说啊？对啊，要是员工不能跟老板同生共死，不能跟公司共存亡的话，早就该把他扫地出门了，你说是吧？啊，说得好。喂，慢慢慢慢慢点，坐好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就别操心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们家梁爽大小有出息，自己奋斗，从不指望别人，工作上压力大了，出去散散心也好嘛。要真是工作上的事儿啊，也就简单了。可我觉得吧，还是感情上的。他说呀，他出国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有什么变数啊？哎，
现在的男人过了30没结婚的肯定有问题，全都是。我倒想乐乐找一个有经济基础的成熟男人。那个吕成，你觉得不行吗？他不是都到乐乐那儿工作了吗？工作是工作呀，反正我觉得这孩子吧，对乐乐也不是那么太上心。你说他那个家，我也不是非要什么门当户对的，总也不能差距太大吧。哎呀，我就担心这孩子有自卑心啊，将来和乐乐合不来。自卑心？不会吧，他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呢，年轻，这就是本钱呢，将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小看农村的孩子，农村的孩子更要强，你可别眼光太短浅了啊。我不是嫌弃他从哪儿出来的，老实说我还想帮帮他家了。反正我老公留下的钱够我们娘俩用一辈子的了，他能对乐乐好我还真巴不得嘞。瞧你说的，要我说呀，他才是巴不得呢。别看乐乐没心没肺的，心眼细着呢，特别脆弱，这点就像我。哎呀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不想让他们两个好啊？反正我就希望我们家乐乐啊，找一个内外都特别阳光的，我就满意喽。那是咱们这么想，那人家还说呢，都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赶紧嫁出去啊，就剩在家里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走。你呀，别回去了，就到我那儿吃饭去吧，反正孩子们都不回来。好，快点。去这里面看看吧，这里面。这里面有吗？那边吧。那边呢？那边。梁爽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当然是来找你的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行了，我们已从各方面掌握了大部分的事实。你老实交代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什么呢？还装啊？是他跟我说的傅一平和艾小芳的事儿，你觉得他们真的没什么吗？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你们要不然换衣服，要不然就离开，我们有规定不能穿便服进来。我去换衣服吧，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。走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你爸告诉我的，说是咱们上次来的度假村。咱们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？2年前？不对，得3年了吧。好像是吧，这时间过得真快，慢慢你就发现已经不想把时间算得那么清楚了。看你说的那么悲凉，时间看淡了，人和人的关系也看淡了。你要真是那么淡定的话，也不会一个人跑到这儿来，连我都不告诉我。姐，以后吃喝玩乐的事儿可不能忘了我。这觉悟真高，所以我决定今天不走了，你们也都留下来吧。这个周末我们陪梁爽好好放松一下，你也别走了，李成。别了，你那周末不是最忙吗？没事儿，我不去也有人干活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是吧，李成？是，是是是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嗯。你没什么事儿吧？那你就留下来陪我们吧，反正你那儿也没什么生意。哎，求人得说些求人的话吧。
得了吧，别装了，知道你也不想走。哦，是的，老板。小时候我们还经常在水里摸鱼呢。然后呢？然后带回家吃了呗。那你们家有这么美吗？不一样的美吧。哎，雨成，我们去车上拿点水过来吧。我们去拿水。哎，你看看，我们去了。人也挺有意思的，刚开始看李好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公子哥，是吗？你忘了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他那副德行了？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我却发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，不敢说是重情重义吧，至少没我想象的那么狼心狗肺。就比如说他昨天找我说你的事儿，我就觉得他这人心挺重的。说我什么？担心你呗。是，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在公司有些恐惧感，以前从没有过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我能调整过来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我不担心你，我不是说这个问题，我是想问你觉得李好怎么样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可能，可能，我觉得李豪可比傅一平强多了。你欠他多少钱呀？你能说这话？哎，你这话说的可没良心了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李豪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这个时候见李豪，我觉得挺害怕的。为什么呀？怕他幸灾乐祸吧。哎，怎么样？一看你那样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又在琢磨什么了。哎，辞职那招可真够狠的呀，直捅人家姑娘的软肋。就算你要提醒人家你有多么重要，也不至于这么做吧？说什么呢你？天地良心，我是经过彻夜未眠的考虑，我才决定辞职的。欧乐乐是待我不薄，我是打心底里感激他。可是，周围的那些人那些话，确实让我考虑到我待在他旁边不合适。哎，先别说我了，我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呢。什么问题？哎，你呀，要是犹豫不决，兄弟我就给你指条明路。哎，你看，你能不能趁人之危落井下石，将梁爽归为己有？不能。这么仁义啊。哎，你就觉得这事儿这么不堪吗？你们俩都是单身吧？你对他绝对有好感，只要你敢为，你们两个就不可能不在一起。哎，兄弟啊，所谓过了这村可没这地儿了，经验之谈。那你相不相信我的职业水准？信，绝对相信，但我瞧不起你的恋爱水平。我告诉你啊，梁爽现在正在情绪的低谷，有所感觉，所以我只能给她爱护和帮助，没有其他的。你帮她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何必曲线救国呢？直接上，彻底了了梁爽的心病，断了幸福那小子的后路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走着瞧吧。想太多了吧你。来来来，干杯。no， 来来来来。哎，先等等先等等，就这么干了，总得先说点什么吧。好，为了你对公司的不忠，
干杯。好，来，先别提这个了。早上李浩已经说过我了，我已经无地自容了。好了，为我们的友谊干。来，干。俗，真俗。为了梁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干杯。该干了吧。好了，来，为我们的友谊，梁爽，一起来，干。来，干。干，干。烤鱼好了。对对对，是这个吧。哎，这个鱼再烤烤。你们知道吗，现在鱼体内的细菌和寄生虫多达200多种呢。半生的情况下吃啊，口感虽然好，但很不卫生的。哎，再烤烤，再烤烤。李成啊，李成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学医的，那现在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，别那么恶心好不好？就是啊，李成，今天是不是你买单啊？诚心不让我们吃是不是啊？买单没问题啊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吃虫子。你还说你？就是，你还说。还是烤烤吧。嗯，烤。又来，新鲜出炉，给你。哎，我吃不下去了。哎，他能吃吗？他能吃，他胃口大，给他吃。哎，我也太吃，不要浪费了呀，吃啊。有好多话我必须要说，不然憋着难受。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工作上感情上好多事情都不顺心，但是这都是没有办法逃避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可看出来了，叔叔阿姨都挺着急的。要不明天你跟我们一块回去吧。没事，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跟公司请假了。我想一个人多待几天。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多闷呢，难不成你还幻想着在这儿来段艳遇是不是啊，梁爽？别把我跟你的思想混淆。喂，非要明天啊？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哦，那能不能改天？一早？那好吧，我把这边的事尽快弄完，赶紧回去。好的，那明天见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别人找你啊？是啊。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啊。快回去吧，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，什么对不起啊。你这话怎么说的？哦，好了，谢谢你的关心，要走啊，一起走吧，这么晚了。嗯，好吧。哎，这是我的名片，给你。治疗师不是李大夫啊？只是定位不同而已，要是你有需要的话也尽管来找我。当然，你还欠我10次。好啊，走吧。
走，我送你们。牵着你手心，太美丽的手心。走了，慢点开啊。嗯。吕程，路上别睡觉，帮他看着点。好。知道了，慢慢开，不着急，保证保持在80迈以下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我说来。自己小心。我相信不变是你守候给予，惭愧我曾差点放弃，不愧是你。能看到他现在没什么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觉得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？不好。啊？怎么不好了？那干嘛还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啊？你先别急，我说不好也没到那种不稳定的程度，只是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自己一个人独处，好好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。他还没到那种需要治疗的程度，相反旁边人给他的意见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干扰。怎么讲？表面上看是你很依赖他，但其实是你比他开心，而且你比他更懂得放下，只是他不聊而已。用现代心理学的词汇来讲，就是自我意识的消解。就等于说他每逢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失去自我。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先回家睡觉，再等他的消息。可是我现在担心的是。啊？担心什么呀？哎，到家了吗？没呢。不好意思问一下，梁爽今天没有来吗？梁姐好像休假去了。休假？啊，谢谢。嗯。一平，你怎么来这里啊？想我了？还是找其他人顺便来看看吧。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想不到堂堂的副总也有难以启齿的时候。别那么腼腆了，什么事你说。知道你没事不会来这里的。我来找你是想证实那天晚上的事，也是希望正式跟你谈一谈。可以啊，谈吧。对你我永远都有时间。不论该不该发生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不会帮自己找理由说是喝醉了或者是怎么样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自己做过的事哪怕是错的事我也一样会承认。好男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和你哥哥的合作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业合作，不想掺杂其他的。那你觉得什么是其他？那晚上的事。所以我希望那件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你哥。傅一平，你觉得这件事如果没有我，你凭什么跟我哥合作？还有我觉得你真的很无耻。
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做生意，不想让我哥知道，你真有那么在乎我哥？是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你最在乎的是梁爽。怎么，今天看他没来上班，是不是现在心里特别担心？你是怕我跟他已经说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也没有跟他说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所以你最好别逼我。哎，小傅啊，金总，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金总，我想问你知道梁爽去哪儿了吗？知道啊。他不是跟你一块儿去的吗？不管是艾小芳、张小芳，还是李小芳，这个女人完全不重要，也完全不能阻碍我们的感情。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只有你。我以前也这么觉得，你心里只有我。可是在这里，我就一直想，像你这样的，心里怎么可能只放下一个呢？这对你来说是根本不够的。因为你真的或许太出色了吧，身边总是有很多拥戴者。我不怪你，你走吧。你想多了，我很清楚，无论我周围有多少人，我只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承认，我是有真心没能力啊。我要怎样才能把你周围的女人一一打败，独享胜利的果实？我一想到未来的生活很累，我就想放弃。梁爽，每次我看见你，我都特别的清楚，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我不想孤独终老，我也不想后半辈子过着没有你的日子，所以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从小我的家庭环境就不错，但是我没有靠过我的父母，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打拼。做我们这行很难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。艾小芳的哥哥艾大成是一个极有实力而且对我很信任的合伙人，我非常珍惜跟他的合作机会，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自己更上一层楼，也算是为我们将来的生活做好准备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无法避免会与艾小芳有一些业务上的联系，但是我发誓我跟她真的没有私情，请你相信我，支持我的事业。我可以相信你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艾小芳。
的存在让我很难相信你们可以在工作和私人上划清关系，而且他今天已经开始做给我看了，他告诉我你跟他之间是何等的亲密。请你相信我，也相信我们的未来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。无论这条短信的内容是什么，这条短信和这个发短信的人都不值得我在意他。梁爽，很多事是不需要解释的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，彻彻底底的相信我？你告诉我你是谁，你凭什么让我相信？可以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吗？给我最后和你说话的权利。你刚刚问我是谁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是你未来的丈夫，你是我未来的妻子。我发誓，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人搅进我们的生活，我也不允许有，绝不。如果你还能对我们的相识内心存有感激，对我们的相恋还怀有一点点的珍惜，就请你要相信我的誓言，我可以证明我有多爱你。请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只要相信我。老头儿，快去开门！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去。哎呀，闺女回，是闺女，老婆子，你看。快进来！哎呀，来，快！哎呦，怎么还愣在门外头？来，我来。快，哎，屋里坐。好。来，小伙子，哎，喝点水啊！来，谢谢，喝点水。哎，坐。不错哈，不错。那个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哦，我是做。妈，我不是跟你都说好了吗？哎呀，别打岔，我听他说。那什么，你家几口人呢？一共四口。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都在国外。哦，挺好的。妈，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。说吧。我们准备结婚了。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们准备结婚了。你不会骗妈吧？你。老头，你听见了吗？咱闺女说要结婚了。我听见了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好。
啊。那个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时间还没有确定，不过我想越快越好。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那这事儿交给我办。那咱们两家父母什么时候能见一下啊？是不是？这个问题我刚刚跟梁爽其实讨论过了。是这样，因为我爸爸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，加上生意上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一时抽不出时间来回国，希望您能够见谅。啊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哎，不是，这话怎么说的呢？这儿子结婚这么大事儿，这怎么能脱不开身呢？再说了，这结婚之前，咱们两家父母也得见一见吧。哎呀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近期不能回国，又没说不见面。到时候肯定会回来看儿子和儿媳妇的嘛。这件事我就先替我的父母跟两位表达一下歉意。不过我保证，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他们一回国安排好，我就会跟我父母专程过来拜访您二老。放心。哦，还专程来看我呢，太客气了。那只能这样了哈。来，喝水。喝水。谢谢，你让我打个招呼，你跟这乱七八糟的。吃水果。来，梁爽，你给他包一个。吕成，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你说这天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小雹子，你满意了吧？30岁的人呐，谁说你30？我跟他急。爸，年龄这个话题是不是太沉重了？不太适合睡前谈吧？闺女啊，你跟依萍认识时间不长啊，当然了，这些事儿呢，和认识时间长短没关系。是否结婚，是否在一起生活，还要看你们的感情和感觉。哎呀，老爸想问你一句话，做好准备了吗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也考虑过。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想要的，也是我愿意与之度过余生的。他给我的感觉，我相信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能给我了。您问我考虑好了没有，那我还想问您呢，您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您考虑好了吗？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啊，一闭眼就过来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上班呢。都希望你幸福。我走了。老爸。谢谢你。睡吧。晚安。La la
喂。晚上八点。那好啊，等一下见吧。好，拜拜。行啊，你能从阴霾中走出来，我感到非常的欣慰。哎，叫变态了没有？好玩呗。我叫赵女成，我们到时候见啊。说好了，我们一醉方休。好，挂了。哎，梁爽回来了，晚上约大家聚一聚。他已经通知李好了，你晚上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好。